如今除了电影正刮着 3D 旋风，就连花式咖啡也开始有了 3D 造型。在日本就有一位咖啡师专注于制作立体造型咖啡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松野贡平从事咖啡师的职业已经有4年，两年之前他开始专注于制作立体造型咖啡。在这家位于东京的咖啡厅，松野根据店内顾客的宠物狗的样貌开始制作立体造型咖啡。松野先用厚厚的奶沫勾勒出小狗的轮廓，之后用巧克力和果酱等上色描绘细节特征，惟妙惟肖的立体造型咖啡就这样完成了。他的作品让宠物主人们非常的满意。松野表示，他每一次制作立体造型咖啡都是在跟时间赛跑，奶沫维持的时间不久，他每次必须在5分钟之内完成造型，不然奶沫就会直接塌下去。